刘光彦，山东工商学院教授，投资理财研究所所长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聘教授，博士研究生导师，主要研究方向为财富管理与资本运营、金融市场，多次指导学生获投资比赛大奖，20年来创造了超100倍的收益，著有《中国股市百战百胜的诀窍》。好，同学们，咱们开始啊。中国股票市场投资实务啊，我们从第一部分讲到第五部分，这个中国股票市场的大框架，中国股票投资市场，中国股票投资分析，中国股票投资风险呀，这个基本上这门课这个进入尾声了。学习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学习前面那一些的目的，就是为了今天这个事情。学习的目的在于营运，学习那一些呀，都是为了如何更好地投资中国股市，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，获取更多的收益的问题。所以最后一章，中国股票投资实务第六部分啊，如何投资中国股市，那证券市场的实务问题啊，这个如何投资中国股市啊，也就是咱们投资中国股市，怎么在中国股市这个风险巨大的地方才能生存下来，并且获取巨额收益。第一个，投资人必须具备良好的投资中国股市的相关条件。就是一个投资人啊，这个咱们前期也多次说过，在这个市场成败的关键就是投资人自己，投资人的自身素质问题。那么一个人啊，在股票市场投资，怎样才能胜多负少，甚至百战百胜呢？第一个，必须具备行后的，不是了解的问题，不是了解的问题，必须具备行后的关于证券投资的专业基础。证券投资的专业基础啊，范围非常广。第一个，要有坚实的政治学基础。同学们，永远牢记，没有脱离政治的任何东西。我们知道，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，没有脱离政治的一切东西，证券市场当然也不例外。所以第一个啊，要有坚实的政治学的基础。我们的股市是典型的政策市，投资人啊要密切关注国家的重大人事更迭，投资人要密切关注国家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，以及这些东西对股市的重大影响。这第一个哈，投资人要有坚实的政治学的基础，这一个问题凌驾于一切其他基础之上。第二，投资人要有坚实的经济学、管理学的基础。那么这些课非常多，政治经济学、宏微观经济学、国际经济学、财政学、金融学、投资学、会计学、管理学、货币、银行、保险、金融市场、国际贸易、世界贸易、地理、市场营销、国际市场营销、期货贸易等等课程，
这一些东西要熟记硬背，而且还要灵活运用。这第二个，投资人要有坚实的经济学、管理学的基础。第三个，投资人要有坚实的哲学、军事学的基础。我们应该明白，水满则溢，月圆则亏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这是毛主席的矛盾论、实践论、论持久战，以及我们古代的军事家的36计、孙子兵法等等等等啊，都适合于中国股市的运作。第四个，投资人要能够充分熟悉、掌握、领会证券市场的游戏规则，以及深刻内涵。这个证券市场的游戏规则呀，也就是证券交易的相关的规定。那么这一部分内容在证券投资学里有详细的论述。第一，这个投资人要对股市有正确的理性认识。股市可以获取巨额利益，它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。股市给每个投资人提供的仅仅是机会，而非承诺。这个地方有盈利，也有巨亏的可能，每个投资人应该心中有数。第二，中国的股市在交易过程中有大量的印花税和佣金的流出，我们的佣金啊，当前是3%，买卖均交3%。我们的印花税在卖出时收取成交额的1/1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印花税上交了中央财政，以及深户交易所所在地的流程，佣金啊，变成了券商的利润以及运营费用。这些费用流出以后一去不复返了。因此啊，中国的股市的博弈的结果呀，甚至连赌场都不如，不是正和游戏，也不是零和游戏，而是负和游戏。甚至每个人都有可能亏，每个投资人必须明白。第三个，投资人应该明白你处于什么样的地位，拥有什么样的竞争优势。在股票的投资中啊，是所有投资人竞价交易、彼此较量的这么一个场所。你有什么竞争优势？你有什么核心竞争力？你有什么过人之处？最后一个，投资人要具备对政治经济政策准确把握的能力。投资人啊，还要具备对宏观经济、对上市公司的基本面、对个股以及大盘技术分析的能力。这个是这个如何投资中国股市投资人本身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。这仅仅是个必要条件，非充分条件。也就是说，不具备这些条件是一定失败，具备的这些条件你也未必一定成功。每一个投资人应该明白。这个第一部分，这个如何投资中国股市，投资人应该具备的投资中国股市的相关条件，就和同学们说这么多，谢谢大家。